这里是中国航展，今天已经是我们在航展的第四天了。东旭跟我说让我去找他，说是要带我去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还说呢那儿的装备啊是能奔驰起来的装备。那我估计他有可能在陆展装备地面动态展示的区域。这是我们的这个地面装备的这种机动展示区，像我们的主战坦克啊、履带式的步战车，包括一些其他的这种军用车辆，会展示它的这种机动性能。哇，中国航展真是越来越好看了。好，我们看装备已经开始进场了。首先进场的应该是 VT 四型的这个主战坦克。我们看这个 VT 四型主战坦克，它的发动机的功率非常大，所以行进的速度很高，尘土飞扬。对对对，你看 VT 四和 VT 五已经冲到高坡上去了。对对。所以他们现在是在摆 pose 是吧？对对对。VT4 是在最高的一个高坡上。VT4 要下来。应该要冲下来。其实在这种上坡和下坡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这种悬挂系统啊，包括这个液压系统，其实对于坦克的平稳性和稳定性是非常重要的。可以放大看。好，现在在这个炮塔不动的情况下旋转底盘。底盘旋转。其实这个对于火控系统的稳定性是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保障的。那么当底盘进行这种机动或者是旋转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它的炮塔可以定住，而且主炮可以精准的瞄准一个目标。其实这就是它的稳定性和火控系统的一个结合。现在是两款履带式的步战车到达了低坡和高台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我们现在看这个履带式的步战车，它上面这个炮塔应该是一个大型化的炮塔，三十毫米口径的机关炮，然后两侧呢有反坦克导弹的发射器。东旭又上新了。好，现在是一款轻型的四轮防雷车和重型的这种防雷车，他们进行机动演示。我们现在来看这辆车的微型底盘的设计就非常的明显。其中有一款防雷车我也亲自体验过驾驶过，我以为是很笨重，没有想到它和普通的民用的轿车，尤其是自动挡的轿车是完全一样啊，非常的灵活。刚才有四辆小山猫冲过去了，一溜小烟，哎，它要爬楼梯了，感觉特别萌啊。这应该是一群猫。一群猫。对。哎，你看你看。对。现在这个山猫全地形车，它也是呈现出家族化的发展模式啊。最大的优势呢，个头小，然后呢，越障的能力非常强，甚至还有一定的涉水能力啊。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直接驶进直升机的舱内。现在山猫可能要涉水了吧？好，对，应该是要涉水。啊，这不减速直接冲过去。好。全程没有减速。对。对。哇、哦。啊，好猛啊！哇哇，好棒！他这个连风挡都没有。对，其实进行这个机降作战呢，或者是空投的时候，有这个玻璃反而是有可能会受伤。对，比如说，在这个驾驶员右侧的这个位置，他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轻机枪手啊。如果你前面有玻璃的话，射击就会射箭会受到影响。对，你别看个头小啊，我觉得机动性特别好哈。哎呀，今天真是看得太激动了。天上战机轰鸣，地面铁甲隆隆，以前只有在演习场上才会出现的画面，在今年的中国航展上同时出现了。刚才真是看了一场地面装备动态展示的盛宴，那么热闹，所以呢，我特别想近距离的再细细的看一下这个装备。现在呢，我来到了八号馆，就是我们的兵器馆，在里边应该会有很多刚才表演过的装备，我赶紧去看一下。在中国兵器馆，有150多件陆上装备进行了公开展示，其中啊有62项装备是首次参展，既有几十吨重的装甲车，又有几公斤重的单兵装备，可以说涵盖了陆上作战系统当中的各类成员。
哇塞，这么多人在看啊，这场真没想到这么多的人关注这个国防。现在我们要去寻找刚刚在动态展示区大放光彩的 BT5 轻型坦克，而跟他一起等待我的是一位特别嘉宾。哎，这不在这儿吗？ VT5， 你看 VT5 国产 VT5 坦克，别看30多吨，可是这个比国外好多比它吨位大的坦克还厉害。我们来找找。哎，这不就吴杰吗？哎，吴杰，来，哎，真是你。哎，哎，给大家赶紧介绍一下，这位啊，就是我们这个驾坦克登战机爆导弹的吴杰，人称军迷天花板，总算把你找到了。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今天我们请你啊，想给大家来讲一讲。我知道你当年自己开过这个 VT5 是吧？啊，对对对对对对，跟我们说说行吗？当年那个就是拍节目啊，就是有幸驾驶我们这个 VT5 这坦克，进去之后发现，比我想象这个开坦克简单的好多，是吧？一方向盘、油门、刹车。只要能开这个自动挡的车，你就能开坦克，而且它的感受，驾驶感受跟家用的这个自动挡车其实差不多，但是它的通过性能、越野性能是任何一辆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越野车都比不了的，真让人羡慕。我算是知道为什么人家叫它军迷天花板，有这种就别人没有的体验。你说作为一个军迷是多么开心的一个事情啊！是幸福，幸福。对，它这个坦克就是火力，其实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们当时也是做了一些实弹的这个打击的拍摄。我当时说，感觉整个世界被扇了一巴掌，那个是真实的感受，真实的感受。然后我们知道这个 VT5 坦克，它这个105毫米坦克炮，虽然跟其他坦克125毫米来说，它口径小一点，但是它的威力在它这个级别里面那是最强大的，可以说，能够挑战任何一款世界上主战坦克。特别是它的弹种，我们来看一下。哦，特别丰富的这些弹种。这都是穿弹、这边是穿甲弹，这是那个高爆弹，然后呢，有一些是专门像这个，专门用来打击这种掩体攻势的弹，我们有时候叫做攻坚弹。这个呢是这个破甲弹，它呢通过撞击时候爆炸产生的这种金属射流，能够穿透坦克的装甲。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熟悉的这个炮射导弹了啊，就是从火炮里面打出去的导弹。它的特点就是射程特别远。这个能让我们这个 VT5 坦克，它虽然小，能够在很多主战坦克射程之外就发起进攻。这弹40-50斤吧，你要不来试试？好，我来抱抱。看到它前面的好像还是可以收进去的。这是一些它的这个控制的舵面，然后呢发射之前它可以收在里边，对，发射之后展开，然后包括它最后的这个尾翼也是原来是折叠状态的。然后这边有它两台这发动机的喷口，这就是它动力支援。明白。你看这后边还有一个光学的一个系统，后面这套系统它有一个专业的名字叫做激光架束制导。激光架束制导就是简单的说吧，就是我打出一束激光束啊，然后呢驾驶着这个导弹飞向目标。那么这导弹呢，它自动会通过这些光学窗口里面的这个感光元件来感受自己在这个光束里的位置，它尽量的让导弹呢飞在这个光束的中心。明白了。所以我只要把这个光束指向这个目标，它就往这个目标飞。明白。这个光束是由坦克上的装置发射的吗？对，坦克上的这个火控装置就可以发出这个光。明白了。这个非常简单，所以呢在战场上这可靠性就很高。而且价格便宜，打仗打的是消耗嘛。对，所以我们说这个装备啊，一个是它得耐用皮实，对，是吧？出勤率得高，对，不能做这个仓库皇后或者是这个机库皇后，对，是吧？它得能用啊。还有一个就是打的这个弹经得起消耗，对，是吧？对，你要多少我有多少。是，行，这个是 VT5 对，哎，这边还有咱们的这个 VT4 啊 ，VT4 我们国家自行研制的这个外贸型的重型的主战坦克。你看这个做工其实也非常的精良，对，看着很漂亮。这个 VT4 和 VT5 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呀？它其实主要是在这个重量上，我们这个吨位上，对，这是50多吨的。然后呢，我们
VT 五呢，它其实是一个轻量化的主战坦克，它通过对三十多吨，对，降低自己的重量，提高机动性，提高这个信息化的能力，是，这靠这个灵活去取胜。那我们这个 VT 四，那就是战场上的重锤啊，必须是攻坚的核心力量，所以呢，装甲厚，火力强。对，而且它这个履带啊，这履带板也比 VT 五要更宽一些。对，就是增加它的这个和地面这种接触面积，降低的这个压强，对，能够过很多就是沼泽呀这些软的地面。它好像对地面的压强可能比我这个人站在这个地面上对地面的压强还要小。哦，真的吗？所以有些沼泽它能过，我不敢过，我怕陷里边。VT 四开过吗？VT 四也开过，也开过。哇塞，太让人羡慕了。我在坦克上第一次体会坦克的这个原地转向，这个功能，就是在 VT 四上面。是炮塔不动啊，炮不动。然后车身底下这个原地就是底盘，对，原地转弯，然后成都飞扬。对。哎呦我的天，这不是军迷的天花板，这是军迷的二层楼。没事，嗨。在众多沙漠迷彩坦克战车中，一辆海蓝色的战车格外显眼。它是 VN 十六水陆两栖突击车，这款战车是我国自主研制生产的第二代两栖装甲装备，主要用于岛屿进攻战役的登陆作战阶段。VN 十六搭载105毫米口径的主炮，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款具有海上射击能力的两栖突击车。你看这个，哎，涂着这个蓝白相间的涂装啊，这让大家想起这个大海上的白色浪花，这就是一个两栖的典型的装备。我们的 VN 十六两栖的突击车，啊，它您可能觉得这个车体要比这个普通坦克高要大，为什么要更高一些呢？这样呢，就是一个是让它能够储备更多的这个浮力，啊，发起颠簸的时候，对，然后里面呢有更大的空间。这个车呢，其实它是有一个两栖的底盘，同时呢，它那个上装是可以换的哦。就现在我们看的这个，上面是装了一门这个105毫米的火炮。对。那么它呢，可以做一个突击车，是进行火力突击使用。哦。那么或者我们可以给它改小一点，给一个30炮，然后呢，增加一些步兵作战的装备，它就变成步兵战车了。对。有的时候还可以只装一个机枪，然后呢，里边的更多的空间用来装人或者装设备，就变成一个这个装甲的。两栖运兵车，这个车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中国人骄傲，我们中国军工人把它打造成为世界上可以说是跑得最快的两栖的这个作战车辆。它能跑多快？我曾经跟他们一起出去这个做训练，我快艇撵它都有点困难。在水上，对。当身披蓝色迷彩的 VN 十六型履带式两栖装甲突击车翻开车头位置的压浪板之后。整个突击车车头就变成了船型，它是专门为机械化部队和海军陆战队研制的装甲车辆。VN 十六型履带式两栖装甲突击车是世界现役装备中航速最高、抗风浪能力最强的两栖装甲车辆，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25公里。在浪高1.25米到2.5米的四级海况下 ，VN 十六可以正常行驶。可以在三级海况下进行对岸射击。你看它这个车轮其实设计的挺有意思。这个是纯钢的。你看，这是什么材料？轻质的材料。轻质材料。就连轮子都要给这个车贡献浮力。哦，还真是。你看，一敲这声音都不一样，是吧？你跟这边。这就是实心的钢的。对。啊。除了坦克和步兵战车之外，兵器馆内还有很多亮点装备。我们告别了吴杰，接下来要去寻找下一位嘉宾。他在兵器馆内最小的战车旁等我。所以在这儿啊，咱们找一下那个装备啊。据说最小的，哎，这就是啊，山猫全地形车。来。我估计在这儿呢，这个6x6的全地形，哎，带30毫米炮的，哎，你看熊老师就在那儿呢，熊老师，哎，您在这儿呢，哎呀，总算找着您了，哎，谢谢熊老师，哎，这是不是一个新装备啊？
对，这三包应该新的一款全地形车，是吧？个头更小了，个头更小了。对，4×4的，对，看着特别轻巧。哎，这边一片是不是都是这个三包全地形车？对，这个都是三包家族的。你说说吧。啊，这个它的原来出的主要的全地形就是像这种，6个轮子的啊。然后它的越野能力还是很强。你要看，你去看它特点，你看它车轮，哎，和上面的空隙都很小啊，基本上相当于就是没有咱们车常见的那种悬挂，或者说避震。但是就因为这样小呢，所以它的轮子的传动装置特别简单啊，整个车体就做的特别小，也很短，特别适合空降。然后别看它这个小，但是因为毕竟轮子多嘛，对，所以说上面什么东西都能装啊，像这个82毫米的速射迫击炮，是，这个40毫米的埋头弹，哦，这是一种新炮。什么叫埋头弹啊？埋头弹就是把弹头埋到整个弹壳里头，这样整个炮的口径虽然是40毫米了，但是整个弹的长度，就是可能比35、30毫米的，就是更短一些，这样整个制动机的前后运动距离就不会很长。射速能够像30、35毫米炮那样接着保持很高的射速。哦，明白了啊。然后这边再接着侦查。可以，基本上是可能什么都能干吧。嗯，啊，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对吧？对，啊，通用性非常好。对，所以说特别适合特种部队，还有各种伞兵啊，一些轻装部队使用。这个是您之前跟我讲的，就是小型化的一个装备，对吧？嗯。但是我们知道，在战场上呢，除了小型化，还得做到火力强悍。对，而且是第二。兵器馆里头当然有这种装备了，啊，就是那边那款 AR3。远程火箭武器系统 AR3 远程火箭武器系统，8×8轮式高机动底盘使它更适合长途发射。9管气成的发射筒分为2个发射箱，高高翘起，甚是威武。你看前面的这个发射箱，嗯，右边那个是5个管的，左边这是4个管的，还有差别。对，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不是对称的呢？因为它右边的装的是300毫米口径的火箭弹，尺寸小就能够多装，左边是370毫米的口径火箭弹。哇，您要不说我还真没看出来。然后这里的火箭弹大小口径不太一样啊，就是装在这2种不同的发射管里的。明白了，这是300毫米，您就说那个5管的，对，就是300毫米的，这个是370毫米的，略宽一点点，对，略粗一点，4管的，对，这个最大的就是后面那个方箱里边的。对，啊，610、750毫米那样的，基本上已经相当于一个近程的弹道导弹了。嗯，真是大家伙。对，这些都是什么弹啊？这些都是火箭弹，而且基本上来说都是制导火箭弹。啊，小的那是这边小的火箭炮打的，啊，大的很多这边火箭炮也能打，这边火箭炮也能打。哦，然后包括另外的像这种大型的这种远程导弹，还有这种巡飞弹，2种火箭炮都可以打，所以他们现在就是。使用了现代火箭炮最流行的一种技术，叫做弹箭共架，就是我这一个架子，箭、火箭弹和导弹，还包括弹道导弹、巡飞弹，全都能够打，甚至以后防空导弹也可以打。这样的话，以后这一辆发射车跑出去了以后的话，敌人即使是能够看到它，你也不知道我这一个是打反舰导弹的，还是打弹道导弹的，还是打火箭弹的，还是打防空导弹的，可以更好的迷惑敌人，提高自己的生存力。所以现在这个火箭炮发展的已经让敌人就分不清到底是什么了。对，是完全是一个多面手。这次航展啊，体系化展示是今年展出的一大特色。在展馆里，按照火力打击、装甲突击、防空反导、智能弹药和无人装备划分了5大战区。这些兵器馆陈列的地面装备相当引人注目。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带您看了很多外表粗犷豪迈的军用车辆。看到这些车辆，您是不是和我一样心潮澎湃？哎，现在再来看这些我们的家庭用车或者是小电瓶车，是不是还有点不太习惯了呢？
不知道今天啊您看过瘾了没有，在明天的兵器面馆中国航展行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各种飞行表演非常的精彩，各种机型劲舞蓝天，咱们明天见了。